美丽人生，婚姻及家庭治疗师钱锋与你畅谈生命课题，由心出发，开展灿烂人生。欢迎你收听美丽人生，我是你的节目主持钱锋。职场的压力呢，其实很多时候呢会引致到我们身体上啊、家庭上啊、人际关系上以至是生活上啊，都很多地方出现了一些困扰啊。咁严重呢可能令到我们身体 啊心理上面都有些毛病。咁上一次呢我们就跟阿萧姑娘讲到呢，就啊我们有些警号啦，我们要去留意。咁呢我们好想倾下，究竟我们怎样可以去透过一些方法呢去减压或者是管理我们一些工作的压力，以至到呢我哋可以喺工作嘅时候呢提升我哋嘅效率。咁啊阿萧姑娘係啦，又问下你啊有啲咩秘诀好啦。咁啊工就要冇办法㗎啦，冇得唔返㗎啦，因为仔细老婆乱啦，上次都话。咁啊但係呢返工又好辛苦，又啊又唔係而家个社会呢又唔係好似以前咁啊，即係我搵工好容易啊，我辞咗份工我第二日搵到份。而家好多时候呢我有时听啲朋友啊或者系啲家人呢都神啊，即係做嘢真係做得好远好辛苦。但係呢又冇辦法辭職喎，一來辭職呢就唔知搵唔搵到第二份工啦，二來又係正如頭先講啦，經濟嘅壓力啦。咁但我又要頂硬上又好慘喎，咁點算好呢？即係遇著呢啲咁嘅朋友。係呀，有時真係冇辦法啦，即係如果唔可以話好好灑脫咁啦，或者冇乜話可以辭職呀咁嘅機會嘅時候呢，我諗主要個人方面呢去留意返自己個壓力源係嚟自邊度啦。咁係去揾到，即係譬如係嚟自人際關係啊，嚟自時間編排啊，定係上司佢真係有啲難搞嘅上司，你真係唔識應對啦。咁揾到壓力源之後呢，咁就要即係要去睇下點樣自己掌控得到呢啲咁嘅壓力源。我相信係你需要去揾支持啦，要揾援助啦，要揾唔同嘅人去幫手啦。咁即係當然啦，揾輔導係其中一種方法啦。再唔係嘅，有時真係如果係工作上嘅錯配啊，或者係環境嘅影響咧，即係冇辦法啦。如果去到有啲見到 client 係去到即係精神上都出現咗問題嘅時候咧，咁可能真係唔需要勉強啦，就留喺嗰份職責上面啦，份工作上面啦。有陣時好得意嘅，我睇到有啲朋友啦，啲客人即係佢做嘢好怨啊，即係好大怨氣啦嚇。咁咧佢會去到一個一面倒啊極端嘅情況咧，就係、是、唉真係即係好冇意義啊！即係好慘啊，好差啊，好唔掂。即係佢變得係好負面嘅。即係我諗係直情喺呢個認知上面咧，佢就即係一個黑一個白啦。即係去到一個極端，又去另一個極端嚇。就係、是、完全咧覺得個工作咧完全毫無留戀，好好慘好慘，但係又被逼做嚇。咁譬如頭先你所講啦，一啲壓力源啦，我哋要去揾翻啦。咁好啦，假設我又揾到啦，我知道係我有一個好無理嘅上司啊，非常之過分，成日咧係攻擊我嘅，打壓我嘅，對我咧好多批評嘅啊。遇著可能我咧，我細個我原生家庭咧，我又係咧成日有個好惡嘅阿媽，成日都批評我啊，打壓我，所以咧，當有人咁樣批評我、打壓我嘅時候咧，我就好似著咗掣咁啦，佢完全追住我死穴。但系咧，嗰、那個係我上司，我又冇得啊，即係冇得拍台鬧佢啊，或者係即係咁個時候點算好咧？即係一啲咁嘅壓力源，我哋揾到啦嚇、啊，有個咁假設啦，係一個咁嘅情況啦。嗱，首先學你話齋啦，頭先你話即係喺即係呢一類啊，喺呢一類咁嘅我見 client 身上咧，譬如佢嘅認知啊，可能真係出現咗啲distort 咗啦，佢自己嚇搞錯咗啦。咁好多時咧，佢哋都會諗咗係你錯我啱，係咪啊？即係佢會執著喺呢一方面，咁、所以同對方會有拗叫啦。咁、即係呢個可能係喺自己個思想上面有啲調教啦。啊，你企喺對方嘅位置，即係可能調轉俾你做啊，你未必比佢做得更加好嘅。咁至於你講到係話同一啲難搞嘅上司啦，咁通常我哋打工仔嘅話咧。上司點樣都係即係我哋要褪，係咪要褪一步咁去同上司去交往嘅時候咧？首先自己個 EQ 咧一定要比佢高啦。咁、通常其實事件好中性嘅，即係你嗰個反應出嚟咧，如果係負面嘅話咧，先至會令到件事件更加變負面啦。咁如果你個心態都係諗住係我自己係受害者喎，咁、所以你會一路會唔開心嘅。调返转啦，你个諗法你可以话係我係一个解决者。我淨係即係心平气和咁我同上司傾
啊，即系如果你同佢讲，你下下咧都话，啊，我知啦，我知道我会改过噶啦，咁有咩唔好啊？意思好似就话，我错啦，系咪啊？系。咁如果你晦气噶嘛，系啊，调翻转，即系你下下都自己去打击翻自己嘛，话我错咁。系。咁其实你可以即系同上司讲，就系可以讲翻系，其实我点样做先会比较好咧？不过咧，啊，即系上司咧，有阵时啊，真系冇得讲啦，即系个个都觉得自己上司唔好，其实咁咧，即系我听到阿 Eileen 嘅所讲咧，即系我哋要有即系正向啲嘅谂法啦，即系可能有阵时系对事咧，唔系对针对嗰个人啦，嗰个人嗰个即系问题。不过有阵时咧，我又听到啲朋友咧，佢个个案又唔系一个上司嘅问题，佢系可能譬如佢有几个吓。咁咧，可能老闆嘅老闆嚇，即係，但係咧，佢咧又要係即係點啊？做夾心人啊，譬如有陣時咧講，即係因為可能我哋下一集會講多少少職場上嗰啲人際關係嚇。咁咧，即係好多時係分磅分派啦，你又唔埋堆啦，你埋堆又埋錯堆啊，或者係埋喺邊個堆都死噶啦。因為咧你幫得呢個咧，另外嗰個就好唔中意啊。嗰個幫咗佢咧，另外一個又好唔中意，變咗咧。好多时候我哋有呢啲咁嘅情况咧，即系做夹心人好惨啊，或者唔一定系上司啦，可能你系中层嘅，你系上司，譬如好简单，可能而家经济唔好，咁啊要你交个名单出嚟，裁员啦，咁你下面嗰啲咧就知道你负责做刽子手啊，咁啊就哎呀觉得你好衰啦，咁样即系又唔肯合作啦，或者做嘢平时好多即系诸多留难，譬如有啲人嘅工作性质佢系即系属于啲咁样嘅夹心。阶层嘅时候咁好惨啊，左右都不是人，咁又可以点做呢？其实真系好多近年遇着好多一啲咁嘅个案，即系有啲咩嘅有效嘅 tips 俾下呢啲朋友可以啊舒缓下佢哋压力咧。即系如果讲到夹心阶层咧，其实就真系最惨嘅，最难做嘅。咁佢即系其实有喺 management 嗰方面啦，即系有啲提议啦，点样入手啦。系。咁譬如佢喺工作嘅分配啦，佢可以重新去再做分配啦。系。咁甚至系即系提议啦，提议佢哋嗰个结构啦，有少少可以点样改变啦。咁佢对员工嘅评估啦，或者系奖赏嘅机制啦，亦都可以做一啲改变啦。啊，咁喺工种上嘅程序啊，可以做啲改变啦。咁甚至俾你唔同嘅员工佢哋角色嘅澄清啦，俾训练佢哋啦。咁即係上下都溝通啦，呢、這個即係最重要都係講溝通啦。其實最緊要就係可能有機會咧去表達一下自己嘅感情，唔好收埋先啦。起碼即係有好多嘢都係啊，自己越諗咧就越係即係未必係你想象之中嘅，但係你越諗越差，就越諗咧越係好似似塵塵咁。所以咧我相信咧，即係其實即工作上咧一定有壓力，一定有一個困難，但係咧好著重我哋嘅睇法啊！我哋自己嗰個思想，我哋嘅諗法，如果係正面嘅時候咧，唔多唔少咧都可能將一件壞嘅事情咧，佢有個改變，甚至可能影響我哋身邊嘅人。好啦，咁咧今集咧好多謝阿蕭姑娘同我哋分享咗一啲即係巧妙啦。我哋下一集咧繼續傾下，其實可能最多我哋遇到嘅一個公職場上嘅人際關係嚇。多謝曬大家。多谢你收听网播时代 Times on Air。